亲子爱读书，看我们读什么书。卡妙他其实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作家，塔罗基本上就是内心真正的卡妙，这三个人都是卡妙的化身。隐喻的话，这个隐喻是包括人类所有的恶，善恶的恶，以及社会中所有的恶，做一个某个程度的连结。